现在超爱这一台的，觉得超级好用。因为只要炸一杯，得放电又小。对啊，感谢你妈妈，你妈妈送的都是好东西。现在来用我那台榨汁机。它不是坏，它就是有时候会就这样子。它不会啊，啊，因为你下面有纸啦。不是不是，真的不是这个坏，它有时候就会这样。这台烂就是烂在这里，不然其他都还不错。哪里有纸？下面啊，这边旁边不是有纸？这个纸一直都，它会一直有啊。按大力一点啊。它就是这样，它有时候就会变这样。用一用就变这样，啊！可大家有说不要超过二十分钟，它应该也没二十分钟啊，坏掉了。好像炸太多颗了，剩最后三颗了，希望可以炸得完。还是他要休息一下，马达可能太热了。